迷药，千万不能呼吸，只能装睡了。竟然被挟持了，已经开出了停车场，路边有嘈杂声，肯定是西苑广场。那我们现在就在悦城路上，车停了，有海鲜的味道。下了两层楼梯，是负二层，是蓝色的大铁门，得想办法求救啊！闭嘴！你，给你爸打电话，知道该怎么说吗？爸，给准备点钱，不够的话去找二书记，他地下室有海鲜，可以去市场上卖20000，应应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坏了，孩子遇到危险了。海鲜地下室20000，应该是来暗示我他在海鲜市场的地下室二层，蓝色食品，蓝色。别哭了，会有用吗？你俩别喊了，没用，这地方谁也找不到。别动别动，我们得救了，爸！以后可别这样了，太危险了。我相信正义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这谁家的孩子？没钱坐什么车？哎，这样吧，让他上车，他的钱我来付。行吧。谢谢叔叔，谢谢阿姨。谁让你带我车上吃东西了？怎么这么没素质？我想问一下，是谁规定不能在车里吃东西的？我一会儿给你加10块钱。哎，行吧行吧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是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？我中午吃了4个包子，还有一盘菜。听他胡说吧，吃那么些还能吃得下？妈妈生病了，没有血源，医生说我得到100斤才能献血，都怪我自己长得这么慢。哟哟哟，别，继续别，那医院都是有血库的，你糊弄谁呢？医生说万万谢谢，就像9包一样珍贵，医院里没有。等我到了100斤，妈妈就有救了。熊猫血确实很难找，我也帮你找找。别走了，我就是熊猫血。我明白你妈妈现在的处境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可是啊，总有那谢谢叔叔。追不散的认真，总有